开香客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你问问他，我这有点想去吧这个。哎呀，三十。你把人妖放到香炉，不要再用大殿进去。你把人妖放到香炉，不要再用大殿进去。你把人妖放到香炉，不要再用大殿进去。大家边走边慢，不要停留。到了吗？请把人香放到香炉，不要带入大殿，谢谢陪客。请把带入大殿，谢谢陪客。请把人香放到香炉，不要带入大殿，谢谢陪客。你也放在这儿吧，来，这样把它放在这里，来，拜完了。